夜间出庭体验十二名的神童扮演着历史的人物，坐伫夜间灯的顶冠真威风，民众跪伫涂骹来等夜间灯，祈求健康平安。客家十三庄文史协会首度来举办“足以后舍化蜈蚣”社区文化体验营，27号暗时进入重头戏，夜间出庭的体验活动由着集合宫来出发，到客家主祭宫，总路线大约是2公里。60位的义务夜间卡来轮流来就庭，先从沿途来夜糖啊，和平将来吃平安。虽然这是一项文化体验的活动，但是主办单位遵循鼓励，在客家主祭宫庙埕来设三年，主教了后，并进入大殿前来团拜合影。按今仔几个活动来讲啊，吼，有一般夜间卡的，一般体验，吼，体验要怎更夜间，啊，夜间囡仔吼，有咧上有迄、那、哦、個，一般体验要怎化妆，是夜间卡吼，拢是素人。80%以上拢是唔捌经过的，吼，咱有一条一路对个，一般集合局、集合宫，吼来个遮。阮客家集合宫的这个夜间宫，这是阮客家石牌打的一个传统，啊，这个嘛是咱全台湾唯一全部用人力肩扛的，非常有一个传统啊民俗的一个活动，啊，今日啊因为来做一个体验营，所以讲。乡亲非常非常的踊跃啊，拢要来学夜间群。只要那集合宫有要办，只要是客家的代志，阮客家主祭宫一定会全力来配合，啊来带动这个文化，会当继续来个传承，继续来个发扬光大。这次夜间出庭的体验，号召60名热爱宗教文化的青年组成夜间卡，完成这次的活动。因表示为着要传承宗教文化，并本着为着集合宫服务的热心来报名。开始扛的时候练习也就还好，不过真的扛上去用感觉重量就不一样，整个重，然后起来之后整个就不一样，整个哦好像比较轻盈，然后很轻松，那感觉就是有一种神威的感觉。就第一次体验啊，啊就真的感觉蛮有趣的，是有点辛苦啊，但是大家一起团结合作，还有分工合作，那个真的是很值得的经验。客家十三庄文史协会举办“足以后舍化蜈蚣”社区文化体验营，首度来举办，就得到广大民众的回响，也希望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会当在地方持续落去。南台新闻甘新富客家采访报道。